谁骂你了？你不自己呜呜喳喳的吗？在那第一次吧，那老爷子起来的时候我没来得及录，不来了呢，他越骂他越来气，特别激动。第二次又呼下扑到司机那个位置了，然后司机就赶紧紧急刹车呀，有乘客劝阻才那个制止住的。就控制住了，在那个路边就站下了，急刹车。哎呦，晚上回家就是自己心里的总是后怕呀，惊啊吓的，晚上一宿基本上都没咋睡，两三个小时吧。马住了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